日本很多变态的，就是哪玩？把内衣的那个后面的哦揭开，解胸罩，解胸罩，然后看谁最快这样。最近有玩，就一排女生站在那边，她不是就刚刚讲到那个内衣啊，有什么什么双排扣、三排扣、四排扣，单手解开。这个根本就是一个社会经验的问题。怎么样解那个手势是怎么样？这样就可以。你要有个扭力，在这个扭力中间，要先让这一边的先挑起来，在这个时候瞬间一直送出，是吧？好专业，果然是老经验呢。你那个是应该是叫经理说啊，这个我包了，不是啦，全部都赶开了，包了。